大家好，我们是武林三剑客。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全场跳舞最帅、最酷、最拽的大师姐，且有点拽。二位出场的是我们拥有长腿的御姐，她将多舞种融合，她的名字是无人区玫瑰。好漂亮！下面要出场的是我们的公子半遮面，他是山地大众被国风认知的美少年，更是大冒险家。发表你们的对战宣言。武林三剑客实力不同小可，哎，让你们瞠目结舌，武王我们强强联合。好帅啊！然后来决定我们出演的顺序。石头剪刀。好的，我们的这边的三位蒙面舞者商量一下，你们第一位将要排兵布阵，接下来你们可以选。没问题，来吧。谁都赢，都行。那我来，我来吧。确定？我确定啊。因为我这个舞蹈想传达的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女将军，她有非常强大的气场，她能够在战场上杀敌。我想的是，我要么抢第一个，要么抢最后一个。我们这位是危险性极强的无人区玫瑰。我们要对战的双方就是无人区玫瑰对战不会游泳的盐水鸭。我们这一组呢没有什么优点，今天呢就浅跳一下给你们看。剑客出战舞者无人区玫瑰以及他的舞团 Moon Bass。 哇，也厉害。Thank you.
这个我爱死了，太厉害了这个。好，我们再请上前一位盐水鸭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两支切入作品结束之后，下一位无人区玫瑰。玫瑰，嗨，我要说话了。封面舞王就是跳舞，刚跳得很舒服，很开心，很尽兴。我相信你们看的也一样的很兴奋，对不对？所以六首票，谢谢。两支舞我都非常喜欢。但是玫瑰今天的舞蹈才是第三季蒙面舞王的国潮风，如果大家支持盐水鸭请选择可以讲可以讲，如果你我还是对于这个跟传统有关的部分喊得比较大声，我基本上对于国风的舞呢还是停留在比如说柔美啊然后委婉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上面，但是呢今天在舞台上面看到的就是一个真的让我完全颠覆我的想象的一个国风的舞蹈。首先致敬啊，因为没有这两个人把控了，我被他们给抓住了，毕竟跳舞这么好的艺人里面深层，我叫不会游泳的盐水鸭。要不要你再来看看无人区玫瑰？无人区玫瑰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好浪漫啊。对，这个，因为长在没有人很高山上的那些花，它都是野蛮生长的。我就想一直成为这样子的人。哦，感觉他的性格跟他那个外在有一点点不一样。对，我一直觉得他是这种女强人这样子的这种女生，但没想到讲话是因为变声器的关系吗？有一点点啦，通常也会跳一些比较偏中性一些帅一点的舞蹈。你可以秀一段你平常多 man 吗？可以啊可以啊，可是穿成这个样子我觉得真的可能会很难想象。不要在意那么多了，世界眼前宁静的黑夜穿破风暴中雷电，抹去暗默默的灰，刺入天寒地面，贯穿千里的边界，穿破风暴中雷电。哇，他手臂那个肌肉真的很惊人。对，真的就是还有他的腹肌，看腹肌的阴影。那些他们身材比例都好好。一般如果是练这种肌肉无氧训练的，不会有这么漂亮。他就是从小的长期的拉线条，芭蕾啊、现代舞啊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就是说他有芭蕾的底子。哎，但是我见了我都很奇怪，因为芭蕾会僵掉。他刚才跳那个流行舞的时候 ，jazz 的味道还是很好。嗯，真的是从小学跳舞，对，学的融合的舞种非常多。芭蕾基训只是我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而已。对，但是我平常是一个健身达人，最近不是那个刘老师的健身操很火，然后呢，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也有研究一个有趣运动操。你们老师跟我学一下啊，宝宝，很简单。哇，你真的很爱指挥我们哎！学一下嘛，都说到这里了，很简单，就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
己喜欢的歌。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张信哲老师的歌跳健身操，我的歌都可以拿来，可以呀、啊。怎么样，张老师，有没有想过以后演唱会上健身操吗？张信哲老师，这个可以让你很快成为唱跳歌手。好的好的，我回家好好练，就三个动作嘛。 对, 对对对，很难想象张信哲老师回到家里突然间跳俱佳。对啊，五感我们还听听出来。玫瑰这边呢，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对，让我能感受到你对这个舞蹈的一种信念感。它是一个爵士舞与一个国舞的一种融合的风格，现在也是一种中国街舞的一种大的趋向。对，所以说两边的选票的话，我是毫不犹豫的给到了我们玫瑰这边。各战队分别的得票情况。13-19，我们要恭喜这一轮暂时获胜的是我们的无人区玫瑰。谢谢大家。对。无人区玫瑰的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欣赏的，它那个舞蹈里呢其实融合了民族民间舞，就是傣族，然后其实还有流行舞的元素，然后包括最后它变就是甩裙的那一块，然后它那个玫瑰花配上它的面具，又有点很像国风戏曲的那种脸谱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三种的融合包括它的力度做得特别的好。所以根据我们的规则，在第一轮领先的无人区玫瑰的这一队，你们可以等他们定完出战的舞者之后，然后再进行你们的选择。你们要商量一下谁在接下来要在第二轮的应战当中出战。好，接下来我们请无人区玫瑰的这一队来商量一下，派出哪一位你们的队员应战。我们这一队派出的是大师姐，姐有点拽。发表你们的对战宣言。会吃肉的兔子，不仅有点拽，我要让你们全场一起飞嗨。姐，我看着很感动，你给我一种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感觉，你从头到尾没有空拍，你哪怕错了你还是很坚持的在完成每一个动作，你的这个精神，你的这个状态太牛了。太会了啊。起返回我的舞台。好，我们接下来票数是32票无人气票，做好准备来看大屏。22-10，谢谢谢谢。35-29，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交给的，就是这就放狠话。对呀、啊，心不归，想听真话假话。写一画呀，公子半张面以及舞团返回我们的舞台。公子这边的玫瑰还有姐就是拽，我觉得我们公子就是专治花里胡哨。真的，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维度的表演。爱敢讲，
你还好扮遮面，你摘的面我们怎么办呢？真的很棒，这太专业了，太专业了。介绍一下，这把扇子上边的竹子是他自己画的，三把扇子都有舞蹈，非常的专业，所有的难度系数已经被他拉满了。你看他平常，我蹲不下去，我蹲不下去。我觉得姐姐的那个 dance hall 简单多少？看大屏，32票是总票数，16-16比45票获胜，为今天晚上我们最喜爱的舞蹈作品。今天晚上告一段落，当然每一个队都有。